魏雪龙队完成三连霸任务。打第一个球，穿过中心防线，这是一个再见安打。兄弟象队队史第二次的三连霸。盗垒王是统一狮队黄甘霖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我才有今天这个机会来领这个奖，谢谢。恭喜林英杰连续两年夺得三阵王的荣衔。今年蝉联可是次数没像去年那么多，可是明年我会继续蝉联下去，谢谢。我们恭喜林若雨。感谢其他五队的老大哥赞助这三个奖给我，实在很过意不去，谢谢。虚七场比赛，敲出全垒打 ，Nielsen Brito。这个球是一个三振，潘威伦拿下了21连胜。这个球挥到落空，再见三振，统一狮队拿下队史第一次的三连霸，打击王是恰恰洪振明。感谢所有球迷对中华职棒的支持，也对兄弟象的支持。谢谢你们。最有价值球员林奕泉，恭喜林奕泉！多谢您对我的支持甲鼓励，我要证明我不是垒上无人的安打哦，所以我真打拼，摕到这个奖。